有够威。2018年1月男团个人品牌评价急速上升的黑马是他。韩国每个月都有企业品牌的评价，也可以说是男团的人气指标之一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18年第一个月的男团个人评价结果吧。第十名 ，Izu 博贤，出道至今无论是在团体里还是海外人气都相当高的博贤。第九名 ，JBJ 全玄彬，全玄彬绝对是这次榜单里最大的黑马，其他上榜的男偶像都出道有一段时间了，要不就是人气在韩国就是非常高。全玄彬以独特的魅力获得许多粉丝的支持。第八名，防弹少年团，救国刚出道时还只是个小弟弟，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可靠的男人了，也让救国的高人气又再度爆表。第七名，防弹少年团Jimin， 已经占五亿受到瞩目的 Jimin， 在2018年第一个月也以舞蹈继续抓住粉丝的心。第六名 Warner One 黄明炫，长得帅又会唱歌和跳舞，对弟弟们也很亲切，重点是外前进，是个顾家的好男人，也让他成为许多女生心中的理想型。第五名 Warner One 雍胜佑，从选秀节目出身凭借助独特魅力获得粉丝喜爱，最近也积极上了许多综艺节目，也让雍胜佑的知名度上升了许多。第四名 Big Bang GD， 出道多年在韩国的地位始终屹立不摇的大概也只有 GD 了吧。第三名 Warner One 朴智俊，在选秀节目里 Wink 路过千千万万个少女，也让他在一夕之间成为韩国男生心中的小偷笑 XBBB。 第二名防弹少年团 V， 在2017年夺得世界最帅的第一名，也让金泰亨的高人气再度登上高峰。第一名 Warner One 江丹尼尔，江丹尼尔又再次获得第一名，加上这次已经是第六次了。